了。等会儿睁眼看。小姨，给我个口罩。天哪，我这是哪儿的？感觉我在正题。哦，当然现在比这个要短了。希望平时工作分量还是稍微添一点。如果他做成这种，我就是好。天哪，我这剪刀现在都不剪刀了，这头也可以。你第一次剪短还是在北京？也是提着这个穿着这个，也是在这里吃小饼干，然后自己剪。也是挺好，是吗？怎么还没有涨价？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都这么短了，对。嗯。怎么那么短了？还有？哎，谢谢你啊，这儿显得更白，好看，诱人，诱人。我做完揉搓之后梳洗完头发就是这样，就是那种的。我这样就可以做头发，那就很光亮，好看的。那你拍的照片换成什么？满意吗？我们这样抓起来也行。给前面留一点。感觉一剪子的话，特别像个女大学生，是不是？哎，完成。完成。你看看你剪掉的头发，好可怕呀！哎，你应该是男生，你剪的。